2018年其实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，就是提出了这个我们的建造装备，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啊，叫超级泥瓦匠。确实像一个泥瓦匠，就是泥瓦匠也是拿着砖，然后呢砌砖砌墙。那么当然我们这个装备呢，我们提出来呢，它可以烧砖啊，然后同时烧完了各种各样的砖之后呢，像拼乐高一样的搭建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月球的一些设施。